才刚开完庭，两造双方在法庭外的长廊爆发口角，就快打起来了。两边已经在推挤，但一旁明明有个法警，怎么不见他维持秩序？ 不仅没制止，还不断的挥手要他们离开法院，甚至还说这样的话。当时录下整个过程的是出庭当事人的家属，他说当时开口寻求法警协助，但他的态度真是令人不解。 我说法警，请你赶快，赶快把他们分开。他就讲说，你们走出去就好了，走出去就没有事了。这其实很不对的。事情发生地点就在彰化地院，因为对证人的说辞不满，所以双方在庭外起冲突。但冲突的地点明明还在法院内，家属说为什么法警置身事外？那如果说我们家人跟证人走到外面去被砍了被杀了，那真的就没事吗？ 应该法警不是如此的作为吧？法警的基本职责就是要维持庭内外秩序。彰化地院暂时没有对外回应，但法警究竟有没有失职？针对这个部分，地院表示要好好查个清楚。记者林嘉庆、王应超，彰化采访报道。